这个过天的钱，我想说一瓶水过来，但是我这个锅是我娘，我说的是几瓶清水啦，我用河水做一个，就是丈夫牛排水煲饭，管就像这个强。 我也是人家做的，对呀。明天拿回来吧，明天回来。家里，回家好不开心。家里不行，到家都不在了。 小打子。
我他妈拉回。我自己看到这墙面呢，就是到这就跑到这行子里头了，就有点，可以试一个，哎，啥子东西嘛？来，准备，妈，我都觉得好的呗，九肉脖子，啊，九肉脖子，哦，九肉脖子，九肉脖子，进头得整嘛，进头得整东西肯定好，肯定那个噻。哎，那我把灯水弄清。讲就对哈，你这样就是标准这样的，你是没得啥，我们没得啥就说。你说别看，刚才我这样说。你那地主还挺爱啥？你要改改就改。你别晓得啥子意思嘛，就我们别啥，我啥现在太烫了，我妈想到这个我烫了。那就等一下再扎就说嘛。那你直播说的吗？哦，要不得，那他是。哎呦，啊？要不得。我会做直播。那你咋整呢？那就是给你。你要考古要考我就发我把这合成的让你，不然我就不吃用。哪个？火锅呀。烤串儿啊。哎。串儿要烤，不烤呀？哪个问你？你这说的。串儿要烤的。我说我烤一下，这太不多。你最甜吃的嘛？我在马上烤，那是之前。最近烤好了吗？没烤，好厉害。那猪肉咋弄吧？鱼哦。今天吃啥子？非常鱼。那我以为是红色猪肉。那以为是红色。我是有时候小米椒或者是那种，啥子甜椒那种，不怎么吃。你要用鱼了。今天喷麻火呗，他今天都应该把那帽子，兄弟把那牛喂的肥，他妈牛排我在那草地头吃的。都可以烤，两边都可以烤，烤干了没有？感觉那种感觉，感觉那种感觉，